长总好。我今天在这边说一个分享啊，就是我对这一个水泥的心得啦。事实上我自己本身都只是说买的话呢，我只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健康跟家庭的健康，可是我用过后我发现说我是一个很难上厕所的，一天一个星期大概是一次或者是两次，可是喝了过后呢，我一天最少了两次，而且我发现过后了啊，手上的黑斑淡化掉，有可能是排毒的关系啊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先生的同事，他大概是好像是80%是看不到了的，因为他是好像是那个白内障啊，而且时常叫我躲那个会跌动，而且我是说先生就给他喷了，也没有说是真正的去 follow up 啊，就是有一天他突然间就打电话给我先生讲，哎，我可以看到屋子对面的叶子很清晰，所以接下来他就是每一天在分，到今天应该有半年了，还没有到医院去动过手术。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大概是5岁，我送他奶奶床，可是我也没有说是抱着一个 follow up 的心态，你要我就给你，不要我就不反不在乎，我就是这样。可是当有一天的时候，那小孩子会来告诉我，姨婆婆 I want your water, I don't want 奶奶 water。 他就说现在每天他会讲，婆婆姨婆婆我的 water 完了，我要，他会自己拿桶过来我家，因为他只是住在我的对面。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虾仙，他有胃酸倒流，我给他水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喝，喝了后来的时候他就买了一家，然后他会告诉说现在他好像没有这样多风。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